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想最夯的啊，大概就是他吧，这个他的将来啊，这个大猫熊啊，这个可爱的一个模样啊，虏获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啊，尤其尼亚的这个诞生以后啊，造成的这个影响，以及大家对这个动物的注目啊，因为这么样的天真可爱啊，这个动作的一个这个圆圆滚滚的一个身材，配合着它的动作啊，吃东西啊等等，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猫熊一辈子啊非常快乐，但是它唯一有一个遗憾呢，遗憾是什么？一辈子没办法照一张彩色照片了。因为照出来通通都是黑白的，那为什么它黑白的？这个当然有它背景啊。好，请教大家一下，它两个黑眼圈是怎么来的？那绝对不是熬夜，这个黑眼圈的目的就跟我们戴太阳眼镜、墨镜是一样的，因为它生长的一个环境啊，四川卧龙那个地方啊，下雪的时间多啊，那么雪灾啊，这个不是真的是土石流那个雪灾，是光害所造成的对眼睛的伤害，怎么跟它避免？没办法戴一个太阳眼镜，只好自己长一个太阳眼镜啊，这样子啊，就是保护他的眼睛。所以熊猫相对，猫熊啊，它基本上因为这样的保护啊，就跟底下这个动物啊，相对长白内障的机会就少一点了。这是北极熊，那北极熊他说他也是在雪灾的地方啊，北极啊，这个白雪皑皑的地方，理论上也有雪灾啊，也是光线很强啊，也可能造成白内障啊。但是他为什么不长一个黑眼圈出来？理由是因为他要隐身在那个白雪之中啊，这样他才有办法捕获他的猎物啊。如果很明显看到有一个白白中有两个黑点在那边移动，那大家都知道北极熊在那里啊，它就捕不到猎物啊。所以你看，它为了在这两个之间取得平衡，它只好牺牲，变成它将来可能有白内障机会多一点。当然，它视力上可能也有一些器官上面的稍微的这个矫正啊，来帮忙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戴太阳眼镜的这个状况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情形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也因为阳光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很多场合啊，我们人也是知道要遮伞的，要有这样阳光的帮忙把这个伞啊，把阳光遮起来。这是描写的就是印象派的画家，他到户外去写生的这个状况啊。这个画家是美国的画家，叫荷马，所以他很喜欢户外的这些场景。那也看到了很多画家在那个时代走出去，从那个模特儿工作室里面画模特儿，或者画达官贵人，变成画大自然，对这个大自然多所琢磨的时候，我们这只人心啊也能够稍微收敛一点，这个是蛮好的状况。但是在这样，因为这个画的时间都要蛮长的，所以也需要阳伞的这个帮忙。所以这位画家他画的呈现的情形，大自然界那个情形也不是只是描绘他平静的风平浪静、云淡风轻、风和日丽的状况，他也画波涛汹涌、惊涛裂岸的那种感觉啊。这种力道你可以感受得到，从画布中好像那个巨浪啊翻涌而出啊。所以你看这个力道，这个画布就已经有 3D 的那个效果可以存在。所以不一定要带什么特殊或者是什么特殊的电视啊，主要是主题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状况。这个是那样的一个，你看大自然界也是蛮凶恶的这个情形啊。旁边鲨鱼围绕，要在大海里面讨生活，有它辛苦一面。所以它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有别于只是平地、只是一般的那样的一个风景的一个状况，甚至于描绘这个是飓风过后
这个船也毁了，人呢伤在受伤了这个状况，这个大地也受伤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情形画的一个比例啊增加，但是他也偶尔还是会琢磨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啊，尤其是这个风平浪静里面，这个小孩子再加进去，那个感觉又不太相同啊，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微波啊，因为微风的关系，和风的关系，所以这个波涛就不像刚刚那样子的状况，然后有点点那个风好像迎面而吹的那种感动可以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是也是它呈现的风平浪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考试给大家问一下，这个同样刚刚那个场景啊。这个一样，同样一个小朋友，几个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平底船上面，这个有这个东西啊，很像笼子的这个东西啊，到底是什么情形啊？这不止一幅画作，它另外一幅画作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份平静啊，这个心情上面的沉淀，又在这样小朋友更有一点希望的感觉。同样又有这样的笼子啊，您猜猜看，这个笼子是做什么用？带着鸡笼去吗？不会吧，这是什么？这是要抓螃蟹的，所以让它丢到这个溪底啊那个地方啊，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再去把它捞起来，这个提起来，里面看有没有螃蟹的这个情形啊。所以怎么样？这个人生活的一个过程中，从画作我们也可以了解那时候渔民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他们要得到温饱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放一个东西往下，好，我们提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器官，它不应该在那个位置，它往下沉的一个结果，下沉的结果就是造成什么样的状况？一个七十几岁一个女性病人，她出现的症状就是呼吸啊有点点受到阻碍的那种情形啊，呼吸有点点困难，运动的时候这个症状更明显，那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已经有好几个月，意思就是说以前呢好像还觉得这个好像呼吸不是很顺。不是很顺畅的那个感觉，但是随着时间啊，似乎这个需要用力深呼吸的这个机会要增加很多啊，也不是遇到什么场合啊，就是一般的场合就需要这样子啊。那给他照一个胸部 X 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好像心脏也还好，肺部这个也还好的这个状况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啊？我们请大家聚焦一下，这个是黑色这个部分啊，这是我们的气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气管的位置在脖子这个地方啊，好像偏向某一边去啊。正常的时候，这是在中央位置啊，这个偏向某一边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再加上临床上这附近啊，医师会去摸这个到底有没有甲状腺的一个问题啊。结果这里没有甲状腺，但是隐约在这里啊，在脖子底下这样，在锁骨下面这个地方啊，摸到怪，这里有一点一点阻力的那种感觉，但是摸不出整个的一个状况，这临床的医师大概就怀疑啊，这是甲状腺啊跑到底下去啊，所以甲状腺也会，它不是固定就一定是在脖子上面这个地方，它也可能往下，那再加上本来就有可能大脖子啊短腕龟这个情形出现的时候，它这时候阻塞的位置就在这里，而不像在脖子那么明显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注目啊，这个抓到这个问题点，然后从它隐约之间呈现出来这个气管偏向一边的状况之下，这个诊断大概就是呼之欲出啊。然后再给他做电脑断层检查的时候，这是从侧面看，所以这是病人的头，这是下巴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是锁骨在这里，刚刚说这地方摸了隐约之间有点阻力的这个情形啊，在这里有大概6公分左右的一个肿，甲状腺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甲状腺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在脖子啊，它的这个前面这个是甲状腺骨，我们甲状腺的软骨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男生比较明显那个亚当的苹果那个位置啊，它在底下这个地方啊，那围绕着这个我们的气管，那后面大家可以看到有4颗啊这样的情形，这是副甲状腺啊，它的功能啊跟我们的钙啊等等的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在这里它变成跑到我们底下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而造成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再给他看到正面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甲状腺肿是在这个位置啊，压迫到这个气管，压迫到他气管的时候，当然呼吸就会不顺，在这个位置压迫到这边的一个气管，呼吸就是不顺畅。
那个把开刀也是可以想办法把那个肿瘤甲状腺肿给它拿掉，它不是没有功能的，但是有些甲状腺它可能亢进或者某一些这个结节它也可能有一些功能的时候，就会使得甲状腺的一个释出啊过多而产生出临床上譬如说手抖啊，或者是容易流汗啊，或者是体重减轻啊，头发变细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甲状腺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它影响全身是很大的。甲状腺下沉啊，那人要做的下沉前沉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赶紧收看，再会。